过年带你回家，伴手礼很重要。嗯，大哥，拜年了，大哥，拜年了。今年过年，他准备好最夯的伴手礼，来来来。哦，又有人来了。伴手礼给他们啊，对对，有配色，你坐看看，叫主持人帅，有没有？顺便卖一件那个，然后你站在旁边，很潮哎。哇，有啊，哇，这样有，这样有。风腿，你有朋友？你带的是前女友吗？前女友啊，你之类的。我想很像迪丽热巴，范迪，好可爱，好奇怪。立冬，你出外你会偷牵胖姐手？牵手吗？他是说牵牵。你好恶心哦！风腿强暴你就可以。你看，阿华那千千万载机，我还没签到，再试一下。好快，好快！哎，大过年的，小弟们都有局，都去玩了，就留我一个人看家。悲哀，嗯，你的孤单，我们大哥，我要拜年了，大哥，拜年了，拜年了，拜年了，拜年，拜年，拜年，还有伴手礼啊，哎呀，伴手礼，哎呀，过年我们无限手套啊，那你永远无套，永远无限手套，对，再生再生再接，这很酷哎，哎，大哥就要用大的，对，尺寸赛可以用那个哦，高速连续高速吸引，弹指间毁灭世界。你玩这个好突兀。好，讲到无套嘛，那希望2020年，我希望康哥可以生第三个小孩，所以我们送你帝王一。哎，你好适合拿这个代言的。哎，你刚刚一直讲哎，张国代言代言，好看好看。那生一个，再生一个，配上这个高速吸引。好了，算你有心了。什么东西啊？什么都，就让因为你，这个是。张立东在喝的，没有没有，他是制药的，更强的。啊，伟哥，那个红星伟哥，大哥，身为你最称职的小弟，是，我要送你这个今年过年准备好最夯的伴手礼，比萝卜糕还称职。来一杯，来来来来。鼠年，鼠年啊，金丹玉，数一数二，数一数二，老鼠本人这两只。哇塞，我刚以为是最夯的毛小孩啊，刚以为是真的，最夯的毛小孩。会让你发毛的小孩，对哦，鼠年到，鼠年啊，对啊，对不对？今年过年我一定要闭起眼睛，真的，因为所有拜年的都是老鼠。对，怎么好笑？怎么好笑？比下女生还简单，对。啊，哦，谁来了？哦，又有人来了，还有人，不会是老鼠吧？对，老鼠，还有名字，还有名字，还有女生，还有女生。这是香蕉糕的，对，宋三明治最新的专辑，专辑最新专辑，是，哇，黄色的，好像一本书的样子。没事做可以听一下。我跟你讲，没有一个节目这么配合，来打歌我们还要跟他穿一样。我们是黄色的，对吧？台湾大车队上一组的。哎，这次歌曲是？这次的主打歌是《爱你也爱他》。哎呦，然后男主角就是孙生，哦，是哦，你怎么最近这么想不开？不是啊，因为你没有收钱嘛，对不对？哎呦，这拿什么的？钱乃身外之物。哦，因为你要看剧情，你就知道为什么一定要找他了。我懂，我懂，没办法找第二个。我看过了，超级自肥，而且很爽。可是是很深度的在演戏，很深度。就一直在公园嘛，在公园飞飞，有别的场景。哦，指导在床上也蛮多。最新专辑，爱你也爱他，对，真好。厉害，好想这样，所以说就不送他们两个哈。不用，浪费，太棒。那雨辰的最新专辑是什么？因为我去发的只是这个，就是单曲，一枚单曲，对对对，所以就没有办法带过来。没有关系，可是呢，它就是无所不在，因为就是空中就可以下载。这样子，对，这首歌叫做《烂配》。烂配，哎呦，为什么要叫烂配？这是在骂人吗？不是，他这个是意思就是烂配角的意思。烂配角，对，就是烂好人，加上又是一个配角，就这样子。好，那待会我们要听一下明智的歌曲，对不对？好啊，好啊，好，来，大家请坐，请坐，不要客气，请坐啊，请坐。哦，这伴手礼好哎，今天你还约了妹来？没有啦，因为今天是带这个
我们的女生好友来跟大家来跟大哥拜年，这很好意思，我今天没有准备红包，是我们的真的朋友。哎呦，今天我带的第一个应该是我朋友，哪一位的？是女神来着，女神，欢迎女神，欢迎 Ariel， 哇，漂亮，好美哦，好有气质，有旗袍的感觉，对，有，主持人好，哎，主持人好，笑一笑，你们好，主持人好 ，Ariel， 你什么星座的？双鱼座，双鱼座，那敢问您的三围这样突出，我可以问一下是什么吗？三四二四三五。哦，那三四没有，三四有落掉一个英文吧？对啊，没有这个没有低，不可能下不来的啦。没有哦，有吧？没有 C 而已啦。哦，很棒啊，谢谢，大 C 小 D 的一些东西啊，哦，很赞。名字怎么样？这个身材，我觉得他就是这样身材穿那个旗袍，而且他这个刚好开一个叉，对，这个叉是对你的，哇，给你看的，帅耶！你这你的眼神裂开了，你现在眼睛是透明的，很明显，啊，对对，我忘了，你以为是墨镜的墨镜？对对，现在不能看太明显。不是，你们俩认识很久。我们认识蛮久了，我们是我十八岁的时候，他十八岁就把第一次的那个不是，我不要听，我为什么要听你讲呢？访问一个这么美的人，然后一个丑男在那边代言。我十八岁的时候在工作上认识立冬哥，然后他是主持人，我是来宾。后来我们是在有朋友的聚会上，然后遇到，慢慢变熟这样。哦，那你印象中这个人是什么样的？我觉得他其实。台上跟台下是不太一样的人，台下更是，他感觉更，对，他感觉想了一下，你让他回答好不好？我急了，我急了，有背啊。其实好了，我帮你讲一下话，就是我觉得他其实私底下就是有一些想法蛮成熟的。要不要共组家庭啊？对啊，待会要不要泡温泉啊？这是成熟。今天回去要不要帮你按摩啊？他是蛮多人的，就是会跟他。讲很心事的东西，心事要讲出来。对对对，等一下500块就给我。那今天听说有带伴手礼给康哥啊？对对对对对对 ，Ariel 真的很好。康哥，我要解释一下。不是，等一下，有配色，有配，对，好配哦。你坐看看，然后你推看看。他说 S 教授哦。康哥，我想说，上次我们聚餐的时候看到你脚上不太舒服。你边走边讲，你边推边讲，不太舒服，所以我不舍得你就是这样一直使用你的关节。这个让我想起黄秋生就是得奖那一部，得奖。对，所以我跟立冬哥想说，就帮你准备这个，你就不用一直使用你的关节，这样。好贴心哦。哎，这个椅轮椅是好的椅，很潮哎。Scoy，Scoy，Scoy，是高级的耶。刚好跟今天康哥习惯了，有没有？你看哦，哎，你以后主持都这样子，对，叫主持帅，有没有？下面卖一下那个，然后你再站在旁边，美女助理，很潮哎，哦，有啊，这样有，可以的车模，看到康哥的未来了，什么？等一下，你说什么？我看到我的未来，这是我旁边有，这个很有诚意哈。对啊，他知道你脚受伤。既然你打哥，你黄色这台就带回去见。过年不要这样，不吉利。先放旁边。你说你有一年的生日趴是靠立冬救的，因为有一年就是大家都知道我酒量很差，然后呢，他们就特别想要让我，对，就觉得好玩这样。然后现场有蛮多事，就是大家彼此互相不认识，然后立冬哥有很多不认识的，所以我那时候已经没有办法 hold 住全场了。然后但是立冬哥那时候就开始带大家玩游戏，然后让大家都超级开心。我那天晚上玩了79个游戏吧。哇塞，那你就是新一代的那个谁哦？马国贤不是啊，你竟然是马国贤长吗？国贤那个偏无聊，他们应该带不起的。你想要追他是不是？对，没有啦，没有。不然很奇怪，一般男生那么牺牲，一定有为什么？没有啊，因为他很少说，哎，拜托帮我。可是他那时候就是说，拜托帮我，因为我生日，他们好像，因为他就是广邀大家，他以为大家都不会来，可是没想到大家都来了。可是问题大家都来的时候，彼此有很多人是不同层面或者工作领域圈子的朋友，所以尴尬，很尴尬。那时候我进去打开，我以为。那个也没有到非常尴尬，我以为是什么不开心的事情，根本不像生日，全场静默，然后都在吃东西，然后就我一打开门，他们都这样。
谁这样？对，然后我哎，重讲，他也想又一个要来吃饭了。我想说，我差点想道歉说不好意思，我走错包厢。哎呦，然后进去，然后开始跟他们玩游戏啊。对，后来慢慢就整个人嗨成一片。对，然后隔天很多人都传讯息给我说，哎 ，Arrow 昨天真的很开心，谢谢你邀请我去。都是战力雄起，他们都还说，哎，你男朋友表现的真的超好的。男朋友，哎呦，什么？有了，有人误认。那我说不是不是，我问你，好，对你来说他是怎么样的人？是交往对象吗？还是不是？他对我来说就是哥哥，兄妹，对，兄妹的关系。不是，因为你刚刚把他讲的这么好，然后他又帮过你，万一哪一天出现的那个动心的感觉的话怎么办？不会，因为我没办法乱伦。我们没有血缘关系，你知道吗？不要讲到我是不是不是对我来说，对我来说，因为我们认识太久了，所以对我们来说，我们就是兄妹，就是互相彼此扶持生活的关系。你我扶持他，他扶持我。对对对对对对。但我跟他认识，他不会考虑我，是因为我一开始就让他误会了。我们刚认识的时候，然后那时候在一个朋友的聚会上遇到，我刚好跟他说我要去日本旅游，立冬哥就跟我说，我就听一听嘛，我就说，哦，因为我也蛮熟日本的嘛，常去，对对对，然后我就说，哎，那我可以，我有一些景点可以介绍给你，他会带陷阱，对对，一些景点嘛，然后再讨论，然后我们的活动就结束了，大概景点，那有可能他闹。他以为没人在注意，很明显的，他刚刚很安静，你知道你讲什么？这个景点真的，飞田新地也是一个很热闹的一个，就跟自由广场一样，观光客也会去看，就是一块好地。他的 level 跟自由广场一样，走一走，好地好地。讲哪里啊？就是我有说我认识，我知道一些景点，然后呢，后来结束了，后来没想到他到家的时候，我真的传给他。对，结果我一打开是什么，康哥你知道吗？他的是温泉的，你自己讲。我觉得 A 片，性骚扰，告他，告他，他那时候马上骂我，就是说，因为我跟他，我传给他那个时候，我就说，你最少，我就说这个真的值得一看，这样，我说这真的值得一看，我在下面说性骚扰。后来你知道吗？他就开始狂骂我说，他说你变态吗？吓人，你为什么传 A 片给我？后来我一看那个，那不是我要传的，那是因为我们本来是群组在传一些 A 片嘛。然后我复制了，然后我顺手贴上去，然后我就贴，我要贴给我朋友，传错了，贴给我。我跟你讲，他根本在试探。对，假贴，我以为他是故意的，请举手。假贴真的不是，真的不是，真想洗，连自己都举手了。我没有，我说真的不是，真的不是。他在看你怎么回事？太高了，太高。对，看你怎么回事。我跟他解释这个事情，你这心机鬼，不可能会用这样测试的。哎，那谁知道？没有人会说哇，我也想看。因为你当时急了，吓尿了，对不对？聊了一整夜，应该可以传这种了吧？哇塞，哇，立冬。反正从那时候之后呢，我们就是一直维持这样。然后我的对象互传那一片的。哎，你传温泉，我就传按摩；你传按摩，我就传老师；你传老师，我就传电车。哎，这是我传音乐，我就传黄明志。扛飞机，哎，明智，我跟你讲，就是机务，眼睛机务，太兴奋了，冷静，全拿什么温泉？你这温泉感，温泉感，我今天好机务，太兴奋了，太兴奋了，什么温泉呢？哎，不，建议还是下一次换墨镜。可是您可爱，就是说你的口条很好，我的口条很好，对，你的声音啊什么的，就是超越你的年龄。哦，真的吗？会让你觉得人家觉得你是很有，他有想法了，东西的。他就是很年轻就知道自己要干。可是你这样怎么为什么没有？你不想做演艺圈吗？还是觉得？我本来一开始是想，然后我也是学戏剧的，然后后来我发现我不太喜欢被太夸张的关注这样。对。哦，就比如传 A 片这种。就关注。所以他多才多艺啊，对不对？谢谢。他本身会健身。又爱爬山，爱爬山哦，然后又会音乐，又会音乐，什么都会，小提琴、钢琴。唯一只有像不会的，他不会喜欢我啊，那就好，拜拜，那就好。哎，不过如果说你要做演艺圈的话，你只适合做一个演员，因为演员比较可以把自己封闭起来，不要让人家那么容易找到。嗯，因为拍完戏就回家，对啦，平常也事业不出来啊，对不对？尾牙不用接啊。
所以代表今天来上这个节目是他，我是看在立冬哥的面子上，对啊，给你邀请，还邀请我来。康哥因为要拜年，对对，还有康哥的面子上，不敢不敢，关心你的近况了，对，关心你的近况。你们轮椅都送了，主要是要卖这个轮椅，对，我还有什么好讲的呢？对不对？那轮椅是我们那个要等下要推销的东西。开玩笑，你不要那么认真，这样注入的。那好啊，拿推出来，拿我做的，拿我拿红一字专辑，不就太合了？或者明天我就在西门町讲，大家买这个黄一字最新的专辑哦，很推的。好，谢谢，来请坐，谢谢。哎呦，是不是厉害了？明志今天也有带一位朋友来，这个算是马来西亚的国宝。哇，他在新加坡当 DJ 的。啊，有等级的。这个人呢，我想也是带一个女生。要女的。女生她的特色是这样，我先讲哦。一般上女生在 IG 上面哦，就很多那种很性感的嘛，他们粉丝就几十万是很正常的。对。那可是破一百万华人，我说华人呢，哦，其实十只手都是个位数，十只手指算不完，就很少。破百万。破百万。其实我见过他也只是那几次而已，可是因为我之前一直都有在 follow 他，就心情不好的时候就会拿来，就是上去看你。我懂，我懂，就是你的消遣。可是我第一次见到他，第一次见到他真的是有一点认不出来，因为他就是有穿衣服，没有穿东西，就是对他平时在 IG 上面就是穿比较性感，少一点，他穿太多就比较难认。所以他是 DJ， 他是 YouTuber， 他是哇 IG 粉丝是100万。那希望今天他穿的跟他 IG 的差不多。他是新加坡人吗？是马来西亚国籍啊，马来西亚国籍，然后在新加坡工作。OK， 那我们欢迎新加坡，不是马来西亚，欢迎欢迎。哇，好功夫啊 ！Oh my god！ Hello， 大家好，主持人们好，我是蓝心蕾。所以说这张照片是送给我跟立冬的。对，这是我写真。对，还没打印出来，是。哦，那会不会再印出来我们呢？现在。农历年后会发行。对啊，对比农历年，跟我讲。印出来不是印起来。当我没说剪掉。哇，这抢先看呢。对，抢先看。他等农历年才会印。而且，我觉得他这张照片也很厉害。你看嘛，他上面穿的虽然是晚礼服，但他穿一个这么可爱的鞋子，又让人家感觉到南洋的风味。是。然后脚那么。白吗？他完全在展露他的腿有多白，这样。哇塞！纤纤身材。请问一下，可以问一下你的三围吗？34、1、24、35。啊哟！请问你的星座？天蝎座。你怎么认识名字？名字？因为上次有拍过一个贺岁短片，然后还有一个激励营，就是在泰国，就3天2夜那种激励营。激励营？激励营是什么？激励生活营。对，3天2夜的内容大概是什么？哦，生活营哦，一些教学啊，透过你激励自己这样。不是，就是他有，其实是他来激励我们。对啊，就是透过他，你们激励了，就被激励。对啊，对啊，绕军的超激励，绕军哦，对，积极向上，会积极向上。可是他说他第一次看到你穿的没有像今天这么美，因为我平常私底下就是比较保守一些，对，就是可是工作关系，就是 DJ 要穿比较性感。就大家还会看得到，对。我怎么了？干嘛这么早把夜店给我？我应该现在在开的嘛。对啊，可恶，为了他开吧。对啊，以前 DJ 都穿得很保守的，哎，都男的，好无聊。对啊，现在很多女生 DJ 都比辣的，是。对，所以比较穿比较少，性感型的。你是马来西亚哪里？新山。新山就在马来西亚旁边那个，就过一个桥就到新加坡，对，过一个桥就到新加坡。刚刚讲话没有那个马来西亚，我不懂，你又不是新加坡，去过新加坡没？还没讲完就直接去过新加坡没有？我去过一次啊，去过一次啊。什么森林什么森林达尔啊？怎么念？啊？什么东西啊？什么东西？圣托萨吗？圣托萨对，圣托萨。森林达尔是什么？森林达尔。我记得地名。你在新加坡多久？因为我之前在那边读就是大学，对，所以算是17岁过后就在那边生活。新加坡菜，或是日本菜，或是台湾菜，你喜欢哪一个？台湾啊。男生的，还是在问男生？男生的。男生。我讲的是讨厌。我觉得台湾吧，因为比较容易沟通。日本的话就语言方面有问题，对，不会讲日文。对。那新加坡男生跟台湾男生差别在哪？对啊。台湾的比较体贴，就是比较。小男人一点，这是真的。对 ，Thank you very much。对，我也这么觉得。台湾男生大部分都是暖男，暖男。暖男。刚刚想讲软暖男，软男，日热不分，软暖软暖的。像女生
肚子不舒服的时候，我们都会准，我都准备那个暖暖包，哇，怎么样嘛？他肚子不舒服，对，我就来热敷，热敷，我热敷你 ，I love you。好像 I love you， 太热敷。原来你刚刚忙东忙西就为了这个，等一下还要还给工作人员，不像的，不行不行。听说你有收过那个特别的礼物。是特别的花、哦，请问你听谁说的？哎，听那个前面那个大师说的。特别的花，特别有钱花吗？还是什么什么？对，就是我之前就是上学的时候，今年上学的时候大四，嗯，然后就有一个可能，现在还是大四，但是大四22岁，有办法毕业吗？有办法毕业，那就不会大事不妙了。然后就有收到，是可能一个疯狂粉丝，就是他跑来我学校，然后就送我一朵很大束的花。嗯，然后那个他就跪下来，然后他就求婚。对，然后他的那个花上面就是挂很多那个，就是我的照片，就是他特别是放了那个保险套，然后那保险套是用过，就感觉旧旧的，有点湿湿的感觉。全部都用过。哦，那个是大束特束的花。对啊，我懂了。他现在一跪下的，我为了你已经用过这么多了，我自己用，你可以嫁给我吗？这样，这是有点精神问题耶。就看起来好像是30。名字啊？东南亚有这个习俗？对，哎，我不知道哎，这是你们的传统吗？没听过，还蛮变态的。对，有点夸张。没有这样，对不对？我以为绝对不会，因为我们不能乱学。对啊，我们哪天看哦，你新加坡人，然后我们也去考大班。对啊，他的方式跟那个立冬差不多，他是来试探他反应，如果他接受的话，可能就是下流，就有点下下流。就好像传过去那个影片。那你身材这么好，皮肤这么好，其实新加坡那边太阳很大，很热哦。对，那你还可以这么白，然后皮肤这么好，你有在保养吗？有哎，就是要涂多点防晒，然后出门的时候要穿多一点。对，哇，那我们就平常的时候就穿比较多长袖那种。对，因为我们想说在新加坡那么热，你应该穿的更少啊。但是天气很晒，就是要穿多一点衣服，对，还要带伞。因为马来西亚腔很特别，什么是马来西亚腔？是马来西亚都会有一个腔调、啊。你干嘛指他、啊？没关系，你叫他示范。他现在马来西亚拍 MV， 他有学到几招。你做没啊？可以可以。对啊对啊，你嘎呆猴超啊，你嘎呆猴超啊。是中文吗？是马来西亚话。什么做没、欸？可以没？啊，这样可以吗？可以没？他们都会语调会往上啊，可他就都没有那个腔调。其实我个人去了马来西亚这个十几次，我没听过这种语调。你那有点躁郁症，你是遇到水鬼的。这个语调，我老哎，我老哎这样子。我老哎，那是我老哎，这个我。对啊对啊，什么的。前面不是那个没有，那是广东。没有，哦，你刚才好臭的广东话。你刚才好臭。哦，那广东话。他说你腋下很臭。你腋下好臭。你在那边干什么？为什么会学到这一句啊？我也不知道，他突然间跟我讲这句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。他说学一些当地的话，才能这样子大家融入在一起。你那个是在广东的，你下去广东这样讲，可能会被揍。那你胸部有在保养吗？有哎，因为我经常就是做运动，就是跑步。跑步就是容易下垂。会下垂啊？会下垂？会下垂，就是要穿运动内衣，比较紧实的。用手跑掉，我想帮他跟他的粉丝讲一下，因为一般上那些 IG 上面他们修图很严重，而且我看到现场的哦，是跟 IG 差不多一样，真的，不修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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蝙蝠了，真的，真的，我跟你讲，他不是靠修图，现场 live 的，大家都能作证，看到没有？没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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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，哦，为了表示他是真实的，我们要在触觉。那以后如果台湾男生追你的话，对，对，有可能。我觉得有可能，因为现在是陆续往台湾发展，然后觉得台湾男生都蛮不错。那我跟你介绍一个，我跟你讲，真的不错。他刚刚才被他的妹妹拒绝，谁？然后呢，他不错，人又体贴，然后很会带气氛，是啊。无聊的时候还会传影片给你，对，还会把你热敷呢。他有各种，他有泡温泉的，他有电车的，我为你介绍张立东，你看到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认识一下今天什么星座啊？天蝎座。讲过了，没事，从头再来一次，很专心，然后再来一次这样。天蝎座，那很好啊。你什么座啊？处女座。和，哎，对，对哈，对啊。你怎么不？为什么对？处女天蝎和。对啊，我跟你讲，只要他走心，他就不会访问。对对对，我有发现，他不是老私底下开始冒汗了，因为他觉得这个耳朵红了，你看。
就不敢没有哎，不敢嘲笑。我只是随便讲讲，你就走心了。没事啊，还是祝你这个未来写真集大卖。对，什么时候？谢谢。什么时候要发？就是农历年后。所以先追踪他的 IG。大家等成这样，我们很累的。嗯嗯。哦，那现在还是单身吧？对，还是单身。嗯，你喜欢什么样的男生？比较喜欢风趣一点。哦，他刚刚的，他说不好笑，没人敢说好笑的。真的真的，台湾台湾熊猴球哎，谢谢，请坐。好，谢谢，欢迎，谢谢。丰田，你有朋友？有，但是我要讲一下，我觉得有一点不公平啊。为什么？因为呢，我。你带的是前女友吧？不是不是不是，你们带的都是算半艺人嘛，都是公众人。半艺人是什么？半艺人啊，半艺人。那你可以带纯艺人啊，你不是有个纯艺人前女友啊之类的。好了好了好了，没事啊，没有弄个事。所以我今天带的是完全素人，从来都没有上过电视什么。Model？ 不是不是，是纳多哥的助理。你没有朋友成这样。没办法，但她很漂亮。没办法，你跟我讲没办法。不是，她在门口。那对不起，她已经她真的很可爱，相信我。可能身材不会，但真的很可爱，真的很可爱。我想很像迪丽热巴，对对不对？对对对，厉害。好，欢迎民族，很像迪丽热巴。哎，欢迎迪丽热巴。班迪，好可爱。他真的是素人。你好。胖迪你好，好奇怪，自我介绍，我是胖迪，他是纳豆哥的助理。胖迪，你今天带什么东西来？我今天带那个生溶乳液的那个巧克力棒。你怎么知道我喜欢吃这个冰棒？因为我是助理，所以我就会观察大家，然后我就发现康哥他喜欢吃这个冰棒。哇塞，哇，贴心，助理幸福啦，赵总的真的厉害耶！我特别爱吃这个牌子，真的，对这个牌子特别好吃。一个给康哥，一个给胖。耶！我们家立冬就没有了。哎，他不喜欢立冬，你的钱有少成这样？哎，我跟你讲，这个真的很好吃。对，日本人也很爱。哎，吃看看啦。我这样吃吗？你要吃吗？我吃，可以一边吃一边上节目。可以啊，给你吃。这个是冰淇淋，所以太火了吧？真的很好吃。我吃一口，嗯，真的好吃吗？真的好吃，我不骗你。真的好吃，浓醇够力。好细心哎，这个就中了。狮子座晚上被这样子一弄，对，这样弄什么？让他乒乓戳我，讲什么？是吧？对不对？很细心，所以你们下次去，你们下次去那个便利商店可以买这个，这个很好吃哈。你是豆哥的助理？对，我是豆哥的助理。那我为什么跟丰田认识？啊，因为我们就是常常一起上外景节目。哦，就是工作上都会遇到。那个废话很多的那个外景节目。对对对。然后还有，对，还有就是我们尬聊的那个节目。还有我们之前就是有一起主持那个，你跟他一起主持，就是豆哥跟他一起去演舞台剧，然后我们就会常常遇到。那时候天天都会碰到他。那个舞台剧叫什么来着？老大的金蛋啊，老校长，对，好像我们也有嘛。演那部戏的，好像都算是一时之选哦。当然，哦，就是把所有丑的啊什么的都选在那一组。对对对，不是那种意思，比较摇滚的都聚在一起，比较幽默的，比较幽默。就是丰田要你来，然后他去。威胁纳豆。一开始丰田找我的时候，我是拒绝他的。对，啊，干的，应该拒绝，应该拒绝。对，然后我跟豆哥在吃饭的时候，豆哥就说：“哎，丰田发讯息给我。”嗯。然后我就说：“真的假的？”然后豆哥就说：“反正我们没有工作，你有时间你就去。”然后下一秒，丰田就传讯息给我，然后他就说：“豆哥说 OK。”对对对，你用压迫，你用安压，威胁人就在豆哥旁边吧，因为他我觉得认为素人里面真的很可爱的，他眉毛好可爱哦，对啊，你看他就像邻家妹妹啊，对，动漫感，你看他眼睫毛很长，而且有少数民族的感觉，少数，就家里大概只有他一个这样，少数，你是少数民族吗？我其实有一点点的原住民血统，我妈妈一半。哦，厉害，才会名字这么厉害。对，但你为了来，你觉得丰田私底下算对你是贴心的？对，他很贴心。他其实是一个很贴心的男生。怎么说呢？你说我们就当然，我跟康哥目前都没有感受，完全没感觉到啊。我在那个马来西亚视我为粪土啊。他在问康哥你怎么还在呼吸？对啊，你告诉大家我多贴心哦。就是他是想贴你的心。就是我们就是会上那个外景节目，嗯，然后我们就是常常会一个点一个点跑来跑去，嗯，然后我们就在走在马路上的时候，丰田他就默默的跟我说：“胖迪，你小心一点，走进来，这外面有车。”然后讲完这句话的时候，他就自己绕到我旁边，他就走在靠车子的那一侧，然后就被撞飞了。
小心点，我用手就打。到底有多想连保险？你觉得这样就很贴心了？嗯，这是我们的日常。对啊，可是他就是我连走在路上不认识我，哎，走进去点。因为他玩游戏的时候，我就觉得他就是个疯子，他就是不按牌理出牌，是是是，然后就是很敢玩，很疯。但是私底下却这么贴心，对他私底下就很贴心。哦呦，这什么好开心的？真的很开心成这样，是不是？让你就爽成这样。对啊，你讲一个那个张立东的坏话，那个有一次他叫你买咖啡什么的，就是我们要去工作，然后我们就在游览车上，就是我们集合在三立门口，然后立东他就。一大早就走上来，就说装可爱，他就装可爱说：“胖迪，我想喝咖啡，可以帮我去星巴克买咖啡吗？”就娃娃音，不要脸，怎么装可爱？刚好丰田他就在后面，我就听到这个对话，他好像我要侵犯他，他就走出来说：“不要，不要，你不要去。”然后他就说：“他就自己帮他去，帮我。”那好朋友，他是要赚那个零钱，回来不用找了。对对对，他给我500，我赚到100多块。对啊，对对对，他不好是为了你，他说他没有，他那时候有讲一句话，他就说胖迪是我的，不是，他就说张立东他是豆哥的助理，不是你的助理，你自己去买。哎呦，哇，好 man 哦，你很 man 哎，第一次你这个以下犯上的狗东西。我就对他很凶。那你为什么叫人家自己去买？没有，因为我有装可爱。那时候我觉得装可爱就没事哦。没有想，因为我们私下就对啊，那我们平常互动就不错。贱男下地狱，下一杯咖啡。等下，立冬，你出外景会偷牵胖迪的手？我没有啦，不可能。他都会常常说胖迪就装可爱哦。我说胖迪要牵手吗？没有，他是说芊芊啊，恶心哎，你好恶心哦！我是说，这不对啊，我钱包给他，我是说，你有没有看到我的1000/1000的芊芊？不是吧？或者芊芊，然后或者是胖迪要牵手吗？他可能没有听过，要牵手观音吗？对不对？你有这么无聊？你解释的有点太硬哦。我刚刚想很久了，被他打出这个胖迪会牵，哇塞，他真的会叫你芊芊这样？他就会把手。然后 我喜欢耍可爱，我就会看着手不动，然后就说不要，不要，你不牵我。我在演戏，好吧，因为我在演戏有那种被女朋友拒绝的那种戏。你耳朵又红哎，没有没有，超不红。但是呢，他愿意被我抱，丰田强抱你就可以，不是强抱，就是他是无预警的硬抱硬抱。我们就是这样子，哎，潘弟早，这样子真的是，哎，潘弟早啊，我们抱一个。你自己看，啊，我那千千万载，我还没签到。等一下，现在你也腰抱，撒娇撒娇的，胖迪来抱一个，好快，好快，好快。没有，还好我有力。太下流，他被拒绝还蛮落差好大。OK， 好，谢谢你今天来录影哈，谢谢谢谢，我们帮我们跟那个纳豆问好，哦。家不要再肥下去了。他瘦4公斤哦。他瘦4公斤。因为我们前一阵子去拍戏，真的完全看不出来，看不出来，真的真的，他肚子都小了。不可能，不可能，不可能！你要加油，你要加油！我终于知道你为什么继续留在他身边，会说谎。深深，该你还在，不能只吃冰淇淋，还在吃。这一段该你，也有贡献的吧？你要在这一段来之前要吃完啊！有有，你看人家都吃完了，天哪！哇，你吃好快！你还真的慢慢享受哦。帮你给我们一点甜头。玩笑该结束了，这个也是。你嘴巴先这样子，再开玩笑。也是非常厉害的，真的吗？整个的状态是一个很有容乃大的一个状态。哎呦，然后他又活泼。哎呦，对，然后又哇，整个给你的那个就是很棒的感觉。词汇可以再少。你的词汇已经空洞到了，没有找不到破口，完全是很炸哎。而且他在边画还在边想，对。还是想不到，整个就很不错。对对对，来，我们要欢迎谁呢？厉害，维多。还有维多，哇，好猛啊！他妈带香蕉，看到没有？好怪的画面。哇，跟我痛掉，痛掉。维多会不会太多？维多多，维多，维多，你
而且你带着什么？你带着香蕉，真的姿势好怪，太重，他没办法拿麦克风。香蕉，香蕉，对，什么的？跟你们很搭哎。对哦，你说 size 吗？还是？不是，你今天的专辑轮椅、香蕉都是黄色。对，所以我们今天就四根香蕉在这边，对不对？对。那在这香蕉给我们是，就是因为我们的衣服搭而已。手拿两寸胶，嗯，对。然后呢？没有听过吗？没有，我们没有那么老。下一句是什么？下一句是什么？手空空的，就像手拿两串胶，就是没戴伴手礼的意思。哦，像五根手指头这样。对，谚语啊，谚语，谚语俗语。哇塞，你的手指头也太粗了吧！那么年轻，但思维很老派。吃一口吧，吃一口。我都没有听过什么，来来什么谢谢谢谢，吃一口，吃一口啊！你要吃哦？饿了吗？没有没有，就是给喂他，或是你吃也可以啊。你想干嘛？当制作人了？对啊，我为什么要在这边做这个难得来带来这个？你要吃吗？哎、欸，太棒了！你可以当，你都自己这样挺起来了。哎、啊，我跟你讲，台湾的香蕉在世界上是有出名的，好，尤其是旗山的香蕉，很好吃。你看它的 size， 看 size， 你看这个弧度。可是它是一种黑黑的啊，它是黑黑的，是健康的，对吗？没有了，你拨错头了啦。哦，没事，那这样，好不好？哇，大一口！哦，哇，哎，还用舌头接，还用舌头剪断的，这香蕉很美的画面。懂剪懂剪，那这个再留在你这里，好，你慢慢吃。哇，是是是，维多你好，你好，维多看到你，我们第一件事就是一定要做一件事情。什么事情？请问你的三围是？三二 D 二四三五。请问你什么星座？处女座。请问你在做什么？服饰业，我在卖衣服的。怎么会认识一个变态呢？对啊，对啊，怎么认识的？因为有一天我的 IG 就收到了私讯，然后我就点开来看，哇，我想说是谁？怎么有蓝勾勾？私密王，蓝勾勾。对，我一点进去是孙生，对，我真的密他，因为他特别的感觉给我 different， 给我特别的不一样的一个感受。你说 D 罩杯，所以他是你的 D friend 是 D friend， 对对 ，D 的朋友 ，D 的朋友。没有聊，后来聊着聊聊，发现聊得蛮来的。不是，他转过去给导播拍一下你的脸，你的嘴，有人会拍录影录到嘴张成这样吗？然后吃不准，他下面都偷吃不插嘴，真的。孙生他用的开场白是什么？我忘记了，有点久了。你一定也忘记了，对不对？没他，我都知道他。因为他每个都密，每一个都密。他一定第一句话有看过张国忠前卫神吗？谁会讲这个？然后我拍一个图片说，你猜猜这是哪个公园？谁会讲这个？然后两只猴子，公园达人，就是猴子跟他，你猜我们谁才是人？就大家都猜猴子，这个玩笑我听了会生气哦。对，就不能这样，不会，到底怎样？可以啊，就放聊聊自然啊，自然。你现在是单身吗？单身。你是因为遇到渣男遇多了，害怕的。对，都遇到的路上几乎全部都是渣男。路上都是孙生哦，包含孙生，有一点像。不要这样的刻板印象。万一孙生追求你，你会不会吓死？我会立马吓死。哦，是感动的吧？是感动的。没感动，但听说你不会拒绝，是不是？哦，对，我本身不太会拒绝人，所以他找我来，我才会来，不然不太想看到他。啊，真的？没有他没有。他都不拒绝，都接受，就是。所以，比如说在街上，我看到你，哎，小姐，请问一下，嗨，你好，你好，小姐要去哪里啊？去找朋友。我跟你一起去好不好？一起去吗？嗯，不方便是吧？他们。都是男生，你会有兴趣吗？那我们不要去，我们自己去。你这样也可以，这样也好。有人搭讪的话，我通常都不太会拒绝的。是哦，对，张立东也不会。可以啊，嗨，然后就给完就放手，给完就放手。那有点有点拒绝，有点给完就不一定会聊啊，就给了可以封锁嘛。上一任的男朋友是什么时候？2016年10月分手的，哇，这么细，这么细。10月6号，因为那一天他就接到公司的就是通知，就是他要去日本出差，然后呢，去日本出差就要分手，对啊，我没有办法，因为我是男友狗，我不太能接受远距离这件事情。不，他出差是一下子就回来啊，对啊，没有很久，到现在还没回来。那不叫出差啊，是那叫外派，外派啦，外派。我想说，出差到现在还没回来，你要不要报警？该报警怎么还没回来啊？这么久了，心底。哦，所以说这么久远距离，你就立刻说，那我们分手。你说撤就撤啊？
我们有互相讨论过，因为他就觉得我可能会不安，然后他在外面，他也觉得可能管不住自己吧。对，所以后来我们就和平的分手了。那就是对自己定力也没有信心了。嗯，对啊，对不对？应该很年轻吧？对啊，大我三岁。嗯，我二十。二十哦。那我跟你讲，他这样闪是明智的抉择。哦，明智的抉择，明智的抉择，抉择的很棒。那男友狗为什么百依百顺？贴着他。对，就是我是一个十足的男友狗，男友说什么就是什么，男友就是甜。哎呦，这很棒哎，很乖啊，真的百善从四德，很乖耶。就是男友如果说，比如说一句肚子饿，然后我那时候住在南港吧，然后我们学校在北投，我就从南港自己做了一个便当，然后跑到北投，只为了给他一个亲手送的便当。哇塞，那牺牲奉献，你很那男友说身体冷，我就给他温暖啊。哎呦，好大哦，哇塞，那你对日本男生为什么有特别？好冷，真的冷起来。因为前男友去了日本，我就觉得。男友去的地方都是好地方。换位置，换位置，换位置，换位置。你男友去的地方，好的位置，好的地方。是日本人，我是日本人。哎，认识我吗？认识。我叫丰田。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那我们先介绍自己。你们是要直销？先认识我吗？那我是丰田。你为什么喜欢别人不认识？真的男朋友去就这样。对啊，然后我因为他去日本，然后我就特别去日本到处晃晃，去他住过的地方晃一晃。你是不跟他联络？我们说好就是到这里就到这里，等他。回台湾看还没有缘分，对，所以说你就啊，这很感动，在日本的街头，她男朋友在那边啊，喝的抱着女生，她在后面看一下哦，这个就是熊，这是偶像剧剧情啊，对啊，因为我会看她的 Instagram， 就是发说她去哪里，然后我就跟着也去那个地方。哇，这个不行啦，这现实生活有可能发生，太神奇了，日剧的日剧的日剧耶，那你们有在那个东京铁塔说再见吗？去当兵铁塔。哎呦，我真的很感动。还有这么纯情的。哎，你真的你，哎不错哎，而且跳出来了，你跳出来听话的那个这个他的个性很适合你，日本人的大男人主义。哎呀，哎我就是我这样。你哪有？你哪有？你小男人小暴。对啊。每天女朋友照三餐打。对啊，我一直道歉。哦，你真的很爱哎，但是这样他这样讲，我们都哦心酸，心痛有一点点，都想自己跳出来。我来拯救了，可能我来拯救了。你的嘴张成这样，你拯救个屁啊！你先救你的嘴，你先救自己啦。他专门在 Instagram 上面救人，救人，救援队，救济大家这个无聊的夜晚。这是一个好女生，你今天来的每个女生都是好女生。嗯，真的啊，你真的太感动了，真的，真希望你赶快找一个下一个也一样爱你的。希望像你这样爱你的人，嗯，不错，谢谢。哎呀，大过年的，哎，你们带来的女生朋友都这么优质，对啊，真的太感动了。不过大过年，我们要听听明智的新歌，是，好，来请听。我爱你，但其实我也爱他，承认吧，那是我心里的话。最好你们都留下，我明白那是个无稽的想法。我爱你，但其实我也爱他。不说话，没有人懂我挣扎，压抑着心里憔悴，却没权利去表达。但在太阳下，我被千刀万剐。